大家好。而家是朝早的11:30，我哋今日咧就系、会去呢一个东涌坐呢个昂平360。喐喐下会停咗。系啦，咁因为我未坐过，所以就试下咯。不过包费，哇好啊！剛才吃飯，其實剛才拍完車就打算立即吃飯，但是呢就在這個走過來，我們在 Northgate 走過來的時候已經抵受不住它的誘惑，二話不說先買為敬。有什麼感想？起碼拍了車可以用那幾百元吸飛，其實都是為了要給他拍到飛。一定不是啊。好，我們現在走過來地鐵站，可以看到第一出口就是昂坪360那裡，你知道紫紫都挺清晰。看得不看而已。我看了，我看錯了而已。通過了。這是著名的水池。好彩冇行，如果行。好驚啊！其實有啲腳軟，真係有啲腳晒到黐線，其實係咯，幾靚。剛才看到呢，即坐那個纜車的時候，還看到有人走上來啦，由東涌，即我們 在個水晶車是看到是 all the way 都是樓梯來的，然後看到很多人都走到很崩潰，我看全部人都在唞緊。今天這麼熱著走那個山路呢，真的有點攞命，因為我們走平路都覺得很熱。见几咁热，而家佢维修紧啦，咁我哋就冇得闲啦，真系真系可惜。去食豆腐花啊！好啊，行啊！
於都 check in 咗，都等咗好耐，唔知點解今日平日咁多人。而家我哋要去轉 lift 咯。咁我哋今日係住呢個九龍嘅 Harbour Grand。咁佢咧，我哋就本身 book 咗一個普通嘅海景房啦，但係咧佢就好似話 free upgrade 咗我哋，咁所以我哋就睇下係咩房噶。哇，都幾靚喎！就上咗房换泳衣，跟住就落咗去游水啦。咁我哋游完之后咧，就落咗去个 lower deck 嗰度晒一阵太阳。而家其实11:00都几晒咯，所以个头已经干干地啦，但系都几舒服嘅，因为你系望住后面呢个超级无敌海景加蓝天，系十分赏心悦目。你覺唔覺得我今日著呢個衫好有阿拉丁嘅感覺？阿拉丁。我今日咧去迪士尼啦，咁今朝咧我要去補畫我電鳥身上面啲線，因為之前做帽嘅時候咧就已經畫埋啲線喺我個身上面，但係因為呢幾日好熱咧，咁所以我
啲線甩曬啦，再加上我畫完第二日又走咗去游水啦，咁所以咧就都甩得幾多咯，所以咧就啱先補畫咗啲線，咁然之後咧就去迪士尼啦。开唔开心啊？开心。去泰山天恩。呢个即系 Adventures 呢个。系啊。点解咧？因为我觉得自己嗰啲身材似泰山。